所以班长想知道潘班长为什么心情不好，对吗？嗯。那班长，你要虔诚哦。好。双手合十。闭上眼睛。要听话哦。班长，这是既定的形式。通常我们会打三次，不过因为我敬重您是班长，所以我只打一次。只不过三次是比较准，没关系，看班长。好，你打三次吧，所以还有两次哦。来吧，虔诚，眼睛闭上。结束了你。我们拿，上。